法国编舞家 Jean Bell 同名作品《谢洛姆·贝尔》以演讲表演形式呈现佢人生嘅高低起跌。Je m'appelle Jean Bell。呢个版本首次喺华语地区上演，由香港艺术家黄大辉联同梅卓燕演绎呢位法国反舞蹈始祖嘅传奇一生。